钻石车队招人了，就差两人了，赶快报名吧。我要进，有福利吗？进了车队有没有师傅教的？进了车队你就知道福利有多好了。那好，我报名了，什么时候可以参观一下？这么好的战队，肯定不是想进就想进的，要和我玩一把，我看看你的技术怎么样就行了，我感觉可以的话就行了。哦，那你什么段位啊？我啊，现在差不多星耀车神了。这么高啊？可以啊，这样我才知道我的水平怎么样啊。好啊，看你挺有胆识的嘛，不过不管输赢怎么样，我收了你进车队，我亲自指导你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迫不及待的想和你 PK 了，那现在开始吧。瞧你这性子跟我似的，那就开始吧。